证书的同学，那就是在教务处啦。你一定缺了什么东西，所以赶快把会办单跟照片还给恩典老师，一物换一物，记得哦。各班各班班长，请同时回收毕业生胸包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场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，我们热情掌声。好，我们洪家军洪议员非常的忙碌。洪议员不管是对地方建设，对教育事业都非常的投入跟关心。凤鸣国中也。